这儿有几个注意事项。然后索尼呢，索尼是12345，跟这个这佳能跟尼康口都一样的，就是从7、7、8、9这三个不一样。然后这索尼一卡口的我们最后再介绍一下，我们先来贴一下这个。这个贴膜你，我这是为了方便演示的，所以说撕掉了，把这个底纸，你贴的时候不要把这底纸撕掉，因为这里边有一些小的，你贴，要撕掉的话容易把这有用的撕掉，就贴一条撕一条就可以，然后最后把这底纸还留在上面。先贴这遮光罩，贴的时候这个遮光罩慢点贴，尤其是开始，因为它这个遮光罩没有什么孔位上面，所以说不好对，你就看着上面，瞅上面这边儿都跟那个这个膜的边儿跟这个遮光罩边儿都分匀了。哎，比如说差0.1毫米啊，0.2毫米都留那么大，让它贴匀点。开始对正了，最后一瞬就过来了。然后呢，大家现在会发现下面多出一个边儿，多出一个，我们是为了跟下面这圈交接的。这个边儿最好我们不要用手直接按压，因为它按压的话，第一粘不牢，第二容易出褶皱。我们用热风机加热软化一下。这样加热软化一下它，它既贴得牢，它又没有褶皱。这块贴的时候，捋着这芯镜头这下面这卡口这儿。贴齐了。如果贴好的话，这个字儿都整好了，一点都不倒。然后这条呢，这条是从这个白线这儿一边开始，另一边结束。因为它这个贴膜吧，它贴膜是有伸缩性的，你要一不小心用力就会把它拉长，所以说这条贴到最后的时候，也许你就合适的，也许就会拉长了。如果没拉长的话，正好了，一拉长就长了。如果长的话，你可以最后用剪刀啊什么剪断一点。这其实整好的，不过你一拉长，这就这个白边就也许会压住，你要压住了，用剪刀剪断一下。
同样这块为了交接呢，包括这块包括下面这为了交接，我们都做的比这个轮要多出来一点，这个位置也最好也用这个空气加热。这块贴呢是它是要在这个轮这个稍微在这个轮下面一点，然后呢贴的时候呢又把比这个轮又宽出来一点，因为它还要跟下面交接的，所以说这条贴的时候注意点慢点贴。哎，把握好这尺寸，上面压多少下面留多少，留多少然后我们跟最下面那也压那么多，不要这头多了那头就少了。大概都是那么1毫米多点，1.5毫米。你看这儿同样这又宽出来一点，我们再次加热。然后呢，这是镜头后盖，这是镜头前盖的，然后这两个小的直条是镜头前盖这两个侧边的，这是佳能尼康口的都这样的。然后我们说一下这索尼口的，索尼口它这个漆要比这个宽，因为那是焊屁股嘛，同样漆这个下面它也多出来的地儿，我们也是加热一下，然后贴这八是那个卡口那儿，然后最后贴这个九，哎，这个九是压一半七，压一半八，这个九是最后贴的。贴这个九的时候，稍微用点力，一边拉伸一边贴一下。然后最后这接头记得给它压结实。也可以这接头部位，也可以用热风机加热一下。加热软化一下，再按压，那样贴得更牢。这个其他都就一样了。好了，这镜头贴完了，谢谢大家。